接下来为您介绍是 Gaggenau 铁板烧烤盘。铁板烧是日本传统的一个烹饪方式。那我们发现它的温度控制钮是在我们的柜子前方，那温度可以从120度到240度，依照使用者的需求做一个调整。那我们也可以控制我们的铁板烧是全区加热，亦或是前面加热，或者是后面半区加热，都可以依照我们的需求来做一个微调。那它的表面呢是镀铬表面设计，表面坚硬平滑，而且易清洁，我们只需要用湿抹布擦拭即可。那我们在烹调的时候可以加少许的油，那方便我们在做一些鱼的烹调啊，或是蛋肉类烹调，都非常的得心应手。